文的主送机关是指什么？主送机关与抄售机关是有区别的，它们是公务文书格式的重要内容。主送机关指的就是公文主要受理机关，即对公文负主办或者是答复责任的机关，应当使用全称或者是规范化的简称和统称。它是应用写作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其作用就是在于表明公文的空间效力范围，明确对公文负法定办理或者是答复责任的机关，这是公文发出去之后能否得到及时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。